好，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恢复感染性疾病，就是会炎和会脓肿啊。会炎是大家考试重点，我不跟大家强调，大家都知道这个题，这个地方什么年年考。会炎它的考纲要求在执业医师或助理医师，哎，都差不多，但执业医师要求更详细，他要求你掌握肿论、会炎链球菌会炎、金红葡萄菌会炎、会炎克莱伯杆菌会炎、支原体会炎以及病毒学炎这些滑冰机制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所以这是每年考试重点，没有哪年不考。关键点在各种会炎治疗和鉴别诊断，所以这大家重点也是大家难点。那么助理医师，哎，他就没有分各种各样的肺炎，有没有鉴别诊断呢？有，所以大家都要把它上，不论职业医师、助理医师，都要把这相关的章节，哎，重点掌握。这是大家的吗？考试重点，也是大家的吗？理解的难点啊。好了，我们以第一个，大家看看概述方面的东西，会炎的概述，就所有的会炎，那么笼统的来说，那么它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大家知道病原血分类。这个病原血分类啊，经常考到的，大家注意了，就是非典型肺炎呢。其他的分类太简单了，他考你干什么呢？细菌肺炎包括哪几种？只要是细菌引起的肺炎，当然都是细菌肺炎呢。会炎球菌肺炎、金不菌肺炎、流感、失血杆菌肺炎，哪个不是肺炎呢？都属于。这个没有多少的考的意义啊。那么经常考到的，无论是你们研究生考试还是职业医师考、助理医师考试，都是喜欢考的嘛？非典型肺炎，就是它是肺炎，但是不是非典型的。那么哪些是非典型病原体？三个啊，支原体、衣原体。军团性肺炎这三个，这三个怎么记啊？大家看看怎么记？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军团性肺炎，基于支原红军啊！注意啊，你跟这个记住了，那就是非典型肺炎。那这就是我们非典型病原体引起的肺炎。那么对什么东西有效？红霉素有效，大环内酯抗生素对它有效。所以这个非典型肺炎啊，经常考到大家啊。其他的病毒性肺炎，包括冠状病毒肺炎、腺病毒肺炎。每每发生这种非典冠状病毒，是不是每年就发生？每年发生的时候，什么全国各地什么异常紧张，这种冠状病毒非典啊，这有几天没发了啊，我估计又快发了啊，这是冠状病毒肺炎、真菌肺炎，什么其他的什么尼克斯中菌肺炎、米花因素转的肺炎，这很少考，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好了。大家注意了，由于最考的最多的，大家是非典型肺炎，所以大家把非典型的病原体是哪些啊搞清楚。大家看2011年考的这个试题，它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什么叫社区获得性肺炎？就是院外肺炎，在社区你得的。那么可以覆盖非典型病原体抗生素是哪一个？那么你首先知道这个非典型病原体是什么？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嘛，是不是？哪一个？这是刚才 A、B、C、D、E 五个答案当中，哪一个能够对这个三种？非典型病原体、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有效，哪一种？大环内酯抗生素，红霉素，是不是？大家用的时候比较多的红霉素，红霉素就是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容易对这个非典型肺炎、支原红菌这三种类型的病原体都有效，所以答案是 D。反过来，我假如说这个病人对大环内酯抗生素、红霉素有效，我要你推出他的病原体，你推出什么？哎，推出支原体。衣原体或者是军团菌肺炎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啊，主要病原体，这我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啊，是不是？这个表格的内容啊，考了50次，每年都会有试题，有的年份分之有两三个试题，怎么强调都不会过，考的太多了。政治缓缓考你啊，怎么样考你，病例起定考你，直接落了问你，那太多了。反正知识点就这个表格的内容，所以大家就把它记住就行了啊。好，哪些他会考虑什么东西？第一个，院外肺炎。什么叫外院肺炎？也叫社区获得性肺炎，也就是不是在医院内产生的，是在你的什么家里得了来的，在我医院之外得了来的，这叫院外肺炎。那么他最常见的致病菌，他考了50次，是不是50%的肺炎链球菌？近几年一般都没有这个答案项了，为什么？太简单了，考烂了。他考虑干什么呢？说前几年经常出这个院外肺炎最常见致病菌肺炎链球菌，考了50次，现在就不考虑了。好，现在考虑最多的就是这些少见的后面的啊，这些东西，支原体、衣原体。好，我跟他说支原体、衣原体这是什么东西啊？这非典型肺炎吧，是不是？还有流感、失血杆菌，然后呼吸道病毒，呼吸道病毒嘛，大家什么？老百姓都应该知道，大家什么一般不会忘记。你看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你看我们武汉这段时间都是什么？流感爆发流行嘛，是不是都感染了？我也被感染了，我反正感染了2次了，这一次刚刚感染了，快好了，
谁知道我在之前啊就感染了，得了流感，那个时候估计是普通感冒，天天都咳嘛，只能穿一个什么西装打一个领带，说为了保持课件质量的稳定性，所有的衣服要穿一样，所有的课件织不一样。我说我那是个零下5度、零下8度，天天还在这穿个衬衣，那是个没空调啊，因为到七方嘛，武汉市所有的中央空调全部都停了，所以就是到这里挪了几天，感冒了，感冒的好不简单，憋得快好了。武汉的流感一大流行，把这个老弱病残击倒了，说再次感冒，到了睡了3天3晚，这现在还没好，就是咳嗽就是这个道理，这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啊。老百姓都知道的，这就是院外感染的，不再住在医院。你在院外呼吸道病毒感染你多少啊？所以这些考了无数次，大家这么就给他记住啊。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肺炎球菌、肺炎支原体、衣原体、流感实血杆菌，我估计跟你这个要记一下的就有一个流感实血杆菌，其他的还有一个什么记的呢？不要记了，是不是？考得太简单了。好，第二个是院内感染，你肺炎。什么叫院内感染？住到医院去，又发生的肺炎。或者他的潜伏期之内发生的肺炎啊，你比如说24小时之内发生的肺炎，24到48，也就是住进了医院24到48小时发生的肺炎，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超过这个时间就叫做院内肺炎，假如没有超过这个时间，我还是属于院外肺炎。好了，大家注意，院内肺炎就在医院内发生感染了。好了，大家注意，它就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没有无感染高危因素的。一种是有感染高危因素，什么叫无感染高危因素？什么叫有感染高危因素？假如他给你给这个题目，给你说这个病人是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那就证明他有没有感染高危因素？有，为什么？因为这种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他常常具有误验，是不是？具有肺炎感染的这种高危因素。假如我跟你说这个病人是个 COPD 的病人，那么他有没有感染高危因素？有，因为 COPD 病人容易得着肺部感染。假如我说跟你说这个年轻青年人啊，没有平时身体健康，得了肺炎，那有没有感染高危因素？没有，那么你就打下面的。所以跟有感染高危因素与没感染高危因素，它的致病因不一样，一定要给它区分开来。考试时候啊，他经常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我们先看没有感染高危因素的，也就是一个年轻年啊，打的是老虎的这种人，突然感染了，那么他的致病因有哪些会多些？大家看看。肺炎链球菌、流感实血杆菌，大家看看这两个杆菌都在哪儿啊？都是跟我们院外肺炎都有的，是不是？好了，金普菌、大肠癌已经克雷伯杆菌，那么我刚才说了，叫你记得什么克雷伯杆菌？你看克雷伯杆菌是无感染高危因素的院内肺炎，所以在院外肺炎就没有。好，有感染高危因素，它最常考的就是什么？这个金普菌，为什么？它最常见的也是金普菌。8番芥菜跟7番芥菜是不一样的啊，7番以前的教材，那么它最常见的有感染高危因素是铜、铝、钾、氮、铂、铟，就是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绿脓杆菌，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叫法叫绿脓杆菌，现在叫铜、铝、钾、氮、铂、铟。现在8番芥菜给它改了，改成什么？叫金普菌最多见，铜、铝、钾、氮、铂、铟放到第二位去了。所以教材不一样，答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答案改了？它改了就在这儿啊，其他的肠杆菌属、克雷伯杆菌属都可能出现。所以这几个感染高危因素的，大家注意啊，就要一起给它记下来。你说贺老师，我记不住，记不住不要紧，记忆方法那个讲义上面也有啊。虽然说像个打油诗一样啊，但它可以帮助大家记忆，是不是？好了，继续我们来看看09年级制作的问题，说有感染高危因素的院内肺炎的致病因排在首位的是什么？打什么？打金普菌啊，金普菌8番芥菜打金普菌，那么7番芥菜打什么？打 C 铜、铝、钾、氮、铂、铟。所以教材不一样，那么给的答案不一样啊，所以大家有什么一定要给它区分开来。这是09年直落落的问题啊。好了，17年大家注意了，就一个病理性知识考大家，其实还是考你这个院内肺炎，但是我不是说直落落的问你院内肺炎的致病因是什么，不这样考你，一个病理性知识考大家。大家看啊，男性58岁，这个病人因急性胆囊炎住院治疗，在术后第3天，大家注意，体温恢复正常了。说第6天开始再次出现发热，体温又高，有咳嗽，有痰液。问，引起该的患者肺部感染的病原体中哪个最不可能？什么意思？你首先明白这个题考你什么？考你什么？院内肺炎，不是院外肺炎啊。假如是院外肺炎，我刚才说了，一定在社区活的，叫获得肺炎，在社区得的，也就是在家里得的。第二个，
假如说是在院外肺炎打，假如进入医院，一般都是什么48小时之内，就是潜伏期之内。你比如说你一住院，第二天就今天第一天就住院，第二天就得了肺炎，这算院内是先算院外。大家想想，还院内是院外啊，因为他没超过48小时潜伏期，所以假如住院48小时之后再得的，那就是什么院内发生的感染。那跟我们医院有关系的，所以这一个他之所以说术后第6天发生会炎，怎么样啊？就只暗示这个病人应该是什么院内会炎，因为超过48小时啊，所以术后第6天感染的。好，这个题其实上就可以翻译成院内肺炎感染的致病菌下列哪一种最少见？是不是？其实上就这个意思。好，理解到这么着了，就搞找一个院内肺炎了。那么这致病菌，金黄的葡萄球菌有，大肠癌菌有，克雷伯杆菌有，咽炎菌有，那就哪个没有？会炎支原体，会炎支原体是哪儿的？社区活的会炎，院外会炎的感染的致病菌，医院体吗？所以答案是 C，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像这种题目，其实一系列就是一个病理性的考大家，还是要大家找院内会炎的致病菌哪个最不常见。所以换一种方式来考你，知识点啊还是没变。好了，继续我们看12年这个试题，它是既往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他已经告诉了既往身体健康，社区活动性会炎、院外会炎的常见致病不包括哪一项？也就是社区活动性会炎、院外会炎不包括哪一项？不包括哪一项？你在这里面找了，不包括哪一项？哪一项最不常见？铜离甲糖胞菌是不是？答案为 A 嘛？其他的什么支原体、衣原体、牛肝丝血杆菌、肺炎链球菌，这都是社区活的一会炎最常见的一些致病菌，其中最常见的50%的就是肺炎链球菌、支原体、衣原体、牛肝丝血杆菌，这都是什么？都是院外会炎的典型表的致病菌。所以哪个没有？A，铜离甲糖胞菌。铜离甲糖胞菌是哪儿？院内会炎的什么？次常见的致病菌。最常见的是金普菌，次常见的是穷尼甲糖胞菌，所以正确答案为 A。所以像这种题，它就是考你一个什么致病菌，每年考啊，不同的方式考，有这个 A 型题，有这个 B 型题，有这个 S 型题，都是考个有这个什么A 三阴的，都是考这个东西。好，一三年大家再来看，继续考。上述病原体中最常见于社区活动性会炎的是什么？它就考你社区活动性会炎、院外会炎的致病菌是不是？答案答哪一个？答一啊。流感丝血杆菌，那么那你在找嘛？最常见的占50%就是肺炎链球菌，有没有啊？没有。支原体、衣原体也没有。那么流感丝血杆菌有了，流感病毒有没有？有，没有。所以说正确答案是一啊，你就这样来的。第一问，第二问简单一点啊。上述病原体中血浆凝固酶阳性的是什么？金黄的葡萄球菌是不是？根据血浆凝固酶是否阳性，分为两种类型：血浆凝固酶阳性的致病性很强。血浆凝固酶阴性的致病性很弱，所以那么就血浆凝固酶阳性的肯定答案就是答 D 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题答案 D 就这样来的啊。所以像这种题目大家注意了，这是考试中间经常做的这种常考的这种试题，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16年大家看看再继续考这种致病菌，朱老师问你。它社区活动性肺炎的病原体中最常见的革兰是阴性杆菌啊，大家注意，它要求你答的是革兰的阴性杆菌是哪一个？哪一个？院外肺炎就是社区活动性肺炎，那么它包括肺炎链球菌、肺炎支原体、衣原体、流感丝血杆菌、呼吸道病毒。刚才应该说了，第一个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是革兰的阳性菌，肯定不能打到革兰阴性里面去。支原体、衣原体，那么它不是细菌。所以不要答它，直接答哪一个？流感丝血杆菌是不是？答案为 D 吧，是不是？所以答案 D 就出来了嘛。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大家注意要会答。它既可以赤裸裸的问你，也可以搞个病理性的甚至考大家。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关键在掌握这些知识点，掌握那个表格的知识点之后，那么这种题目随便他们怎么出，知识点没变，那你总可以把它答出来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15年这个试题，这个试题比较超纲啊，为什么？5年的教材没有，在哪儿？在8年的教材上面。15年这个试题，他这样出的啊。但是医院获得一个肺炎的之中，也就是一个院内肺炎，病原体进入肺组织引发肺炎的最主要途径是什么？他现在考你这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大家注意，物液目前来说是肺炎最最常见的病因，也就是口腔内的细菌的定植，定植之后物液之后，有口腔内的细菌，
那么经过物业进入肺部引起的感染是最最主要的途径。当然，我们五年制药上没有这句话啊，在八年制药上专门就讲了，是吧？口咽部定植的细菌吸入是院内肺炎感染的最主要的途径，所以他考虑的给你答正确答案是 D 啊。大家记得这个还有一起记啊，还有个气溶胶传播，这个也是八年制教材上面啊讲到的，内科学讲到的，它是儿科病房里面的获得性肺炎，那么主要是通过气溶胶传播，就是飞沫传播来的，就是小孩啊经常咳嗽，你比如特别这些呢，到儿科里去，我估计90%病人都是什么流感引起的，然后他也咳，你也咳，这个小孩子的飞沫中间传有这个细菌，那么就传给你了，就是飞沫传播也是气溶胶传播，这大最主要途径啊，这是我们说儿科病房。所以这两个最主要传播途径啊，这都是八年制教材上啊有的，我们五年制教材没有，所以考到了之后大家容易引起出错，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肺炎临床表现，这个没有跟大家讲的比较啊，是不是？这个什么大家都知道，一旦有肺炎肯定是咳嗽咳痰嘛，然后有呼吸困难嘛，有发烧嘛，体检的时候和甚至有什么会识别的体征，会识别体征往往是大一些肺炎啊，这个大一些肺炎考的比较多的就是会识别。典型的肺炎链球菌肺炎引起大于肺炎会识别，有雨战争强就支气管呼吸音，是不是马上就搞定了？这就是大家什么一般的这种临床表现啊。好了，我们再继续确定病原体。确定病原体用的最多的大家都知道了，用的最多的，但是最常用的并不是最准确的啊。什么东西？痰培养，是不是痰细菌培养？这个病人不是有咳嗽咳痰吗？行，我就跟他们说痰细菌进行培养吗？那培养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培养出来的结果那么怎么来进行判断，假如这个病人培养的致病菌没有好生的痰液，那么大于等于10的其上的 CFU， 这个什么单位啊？ CFU 是个什么单位？菌落，肉眼可见的菌落，培养出来啊，这种嘛，把这个痰液接上培养皿里面，你们一看没有好生的什么痰液里面接种到超过了10的其上的 CFU，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当中说培养出来这个细菌就是它的致病菌，假如小于10的4乘 CFU 呢，污染菌，去痰液的时候说不定咽喉部的细菌感染污染处置污染菌，假如在这两个之间呢，10的4乘方到10的7乘方之间呢重复培养，介于两个之间重复培养，所以这个痰细菌培养加药敏试验，这在临床上用的最多见，但是并不准确。为什么不准确？因为在取痰液的过程中间很容易遭受是吧咽喉部的细菌污染，所以说并不准确，但是它常用啊，无创的方法常用。好，我们再第二个，假如你用纤织巾、纤维支气管巾或人工气道吸引呢，那么取的细菌比较深，因此只要你大于10的5次方，那么都认为是致病菌，这个意义就比较强，因为你很少有污染，纤织巾一直取到第三级支气管那里面去。还有一种就是黄污染的毛刷啊 PSB 来取，那么这就是什么更有意义，防污染嘛，顾名思义嘛，就不让你污染嘛，所以在纤织巾底下有一个黄污染的毛刷，专门刷起这个痰液，那么取它的痰液出来进行细菌培养，那么实际三次方就有意义。还有一种支气管会泡灌洗液，那么实际四次方有意义。你和贺老师这些东西要不要记，我只能这样说啊，研究生考试或者你们考试截至目前为止还没考到这些数据，所以大家说记不记你看着办啊，我不能说不背啊，我假如说今年到时候说不背，我说今天不考，他万一考了各全国人民骂我我只能跟你说啊，目前考到现在啊没有出到这个题考得这么细，没有细致，我告诉你整个确定病原体，我告诉你你们职业医师助理医师没考到过，我就跟这样说行情，我告诉你研究生考过一次，考到最后的这一次，不知考了这个07年考的研究生，就是一个肺炎的病人，加上血中培养也就是细菌，胸腔积液培养的细菌，这两个细菌都是同一种细菌，问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胸腔积液其实是没有的，不会有细菌的，这个血中也不会有细菌的，突然两个都有，那肯定是你们肺部的感染的细菌，跟他一样的细菌导致败血症，其实这个意义研究生考过一次啊，你们连这个都没考过，也就是说你们连整个确定病原体这个章节好像这张幻灯片很重要，我告诉你没考过，所以他的主题地位就是这样，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他补考啊，我补考他今年就万一考他了，那全国人民骂我，呵，老师这么说的呢？叫我们不看，他偏偏考。他有些人老师就是这么变态，你没办法呀，是不是？所以我只能跟大家就是说啊，考的可能性比较小，就是这啊。好了，精辟西陵川字抽西，家这个地方有可抽可弹，行，我用个西陵川字穿字出来，取得弹液，这是最好的，稳定性最高的就是它了啊。但是有偿检查，你要搞戏剧、搞穿刺、精辟是会穿刺，当然病人难以接受，所以在临床上应用的很少见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乙烯呢啊，这个试题大家再来看啊，也不是考虑这个，我只不过跟这个例子相当啊，把这个题目放在这跟他讲，也不是考虑这个什么确定病原体没有啊，他就是看你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会员。你考虑会员的话，为了明确诊断，首先什么检查？老百姓都知道了，拍胸片是不是？大家看啊，一系列这个事情，男20岁，这个病人艰难咳嗽2天，没有痰液，没有滑热，没有胸痛，右下腹肌已经减低，有实性多音。问诊断是什么？你首先考虑什么病？一个年轻人只咳嗽到2天，又回补实多音不消暑的，肯定是肺炎了，是不是？好，我们明确诊断，首先什么检查？老百姓都知道，医生能给我拍个片子，看得了会炎没有？是不是？不是送魂体吗？答案 C。你看看，要你找到细菌没有？致病菌没有？所以像这种题目啊，这种题目就是送分题了。好，继续我们看11年这个试题，大家看啊，一个女性76岁，这个病人脑血管后遗症，大家看左侧自己偏瘫，行动不便，一旦看到这种脑血管后遗症的，那是什么？就暗示你什么？很可能你误吸，导致你会脓肿或者是主食性会炎，是不是？就是得考虑这些东西。好了，继续往后看着，2周之前进食时进餐后突然出现气短咳嗽，后逐渐好转，咳嗽一直存在，证明这个咳嗽跟什么有关？跟进食有关系，跟误吸有关系。为什么误吸？因为它有什么后遗症，脑血管后遗症，所以很可能出现了什么呛咳，那么进入了你的肺部，导致你肺部一个主髓会炎，就是考虑这个东西。好，看大家看是不是近2天以来出现滑热咳黄痰，那么就证明肺部感染了，是不是？好，雨战减弱，腹肌明显减弱，问最可能诊断是什么？答案 A 嘛，肺炎嘛。好了，大家注意能不能打比呀、结合呀、假如考你结合，那肯定考你什么？年轻人是不是慢性咳嗽低热盗汗，这跟结合两码事。能不能支气管炎呢？假如考你支气管炎，要是怎么诊断？病史至少要2年以上，慢性咳嗽咳痰，是不是？所以答案D呢，会动脉栓塞。假如会动脉栓塞，肯定你考虑会动脉栓塞的3年症：胸痛、呼吸困难、卡血。这你看有没有？没有吗？气胸呢？假如这个病人是气胸，肯定是什么？呼吸困难、胸痛，这也没有。所以只有用哪个来解释？主食性会炎。主食性会炎可以解释吗？你脑血管后遗症，很可能出现误验，误验之后呢，突然进餐之后什么？气急呛咳，最后气急虽然好转了，但是咳嗽仍然存在，最后导致这个地方堵到这个地方支气管了，这个地方反反复复发生炎症，导致主食性会炎。所以答案是 A 啊。所以像这种题目，大家假如说比较脑袋瓜子比较聪明，一般来说啊，题目没读完啊，答案就应该来出来了啊。所以答案是 A。好了，我们看治疗没什么讲的啊，截至目前为止没考到。一个肺炎的病人们肯定是什么抗感染治疗，最重要的治疗，当细菌培养结果还没来的时候，就只用经验性治疗，选用本地区你估计最敏感的药物。当假如说培养结果来了呢，根据药物试验来选用抗生素，所以这就是它的治疗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年考的这个试题，大家看啊，18年这个试题，男65岁，发热咳嗽4年，哎，体温比较高39度，口唇发干，双下肺闻及石螺音。一个病人又发热又咳嗽，有双下肺石螺音，这边有什么说的？这肺炎，所以老百姓都应该知道了，是不是？这个诊断什么？没有什么问题，既往体现，也就是这个病人虽然65岁，但是平时很健康，没有呼吸系统疾病。那么他的氧饱和度是85%，氧饱和度比较低，胸片是双下肺有感染。问下述个卓位经验性抗感染治疗的药物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一个老年病人，哎，有肺炎，那么他的经验治疗的首先药物是什么？就是不论什么类型的肺炎，那么他最主要的首先药物是什么？
这就考你会员中枢里面的治疗缩限药物。大家注意了，在第九版教材专门讲到这个治疗缩限药物啊，这个治疗缩限药物跟我们八版教材有不一样，八版跟七版有不一样，每一版教材跟每一版教材改动很大，所以换了作者观点不一样，改动很大。好了，我们按九版教材的观点来改，它这是来讲，那么它是怎么说的呢？九版教材的观点啊，内科学观点是这样的：青壮年没有基础性会疾病的这些院内肺炎，院外肺炎，也就是说，他这肺炎是青年人有没有基础病，就是没有脑瘫知道这些什么基础病。那么他首选的是针对个人阳性利用药，你比如说青霉素类第一代头孢，哎，大家注意是第一代头孢啊，就用窄谱的。好了，假如老年人有基础病或者住院的病人，老年人一般大家都有什么 COPD。有这些基础病变，并且住院的病人他不用好，那么选的药物呢？就选二三代头孢。大家注意，第二代、第三代头孢都可以，或者氟喹喉酮类，就是呼吸系统用的喹喉酮类，叫它氟喹喉酮类，就是第二代的喹喉酮类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他是首选。好了，这个病人你看看是65岁，老年病人没有基础病变，但是他是老年病人，所以他应该选的什么？第二代或第三代头孢，或者氟喹喉酮类都可以，所以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应该答 B 啊，第三代头孢，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这样的。好了，大家再注意了，头孢菌，这些头孢菌素或者贝塔类酰胺酶呢，都可以连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大环内酯抗生素就是红霉素，罗红霉素这大类。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是可连活，是不是首选？不是首选，它的首选是第二三代头孢或者是氟喹喉酮类。那么这大环内酯类是可连活，其实可用不可用，你信不足连环应用，三代头孢跟大环内酯抗生素连环应用，信得足不用它。所以大家注意了啊，是可连活，不要打 A 去，说不定就把这答案错在 A 的。好了，这 A 不正确。C 啊，氟喹喉酮类，大家注意了。要黏活的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大环内酯抗生素，因为氟喹喉酮类或第二三代头孢都是黏活大环内酯抗生素，不能黏活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是个人阴性菌的药物，所以也不打 C。碳氢不是 C 类，所以这个也不是它的首选药物。好了，大家注意了，一呢，贝塔的酰胺酶类或这些那些酰胺酶抑制剂加上氟喹喉酮类，氟喹喉酮类大家注意了。粘合的是大环内酯类，那么它跟贝塔的酰胺酶或贝塔的酰胺酶的这些抑制剂都是并列关系，不能两个粘合在一块，所以也不答一。因此正确答案答 B。这种题目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容易出错，所以希望大家做题的时候小心再小心，稍微不注意啊，大家怎么就搞混一下了。所以像这种题目啊，看起来很难，做起来很容易错啊。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叫做肺炎链球菌肺炎。就是每种类型的肺炎，那么大家要掌握的，那么都要重点掌握了。这种考试中间经常出现啊。第一个，肺炎链球菌肺炎，肺炎链球菌肺炎，那么它的发病机制是所有社区活动性肺炎中最常见的一种肺炎，那么是在所有社区活动性肺炎院外肺炎的50%，所以它经常出这种题。院外肺炎、社区活动性肺炎最常见的致病因是什么？你答什么？肺炎链球菌。那么它的致病率主要跟假膜有关系，所以跟假膜有关系这个概念是不是经常考到大家？在什么时候考啊？在微生物学什么经常考啊？是不是微生物经常说肺炎链球菌肺炎的致病菌主要有什么有关系？跟什么？假膜有关系。大家看看，不要看它长得漂漂亮亮的，我告诉你啊，害人不浅，得了之后容易得肺炎，并且是大炎性肺炎。什么意思？最有发症大型肺炎，大型肺炎90%以上的致病菌都是它，所以这种病人大型肺炎大家都知道，你什么人容易得啊？年轻人容易得，所以年轻男的女的啊都容易得，这是大型肺炎。小型肺炎大家注意了，是年老人或儿童容易得，大型肺炎呢年轻人容易得。再记不住你就记，每年啊，电视上电影上面大家恍恍惚惚的出现这种镜头，难道它是古装戏啊？我们中国人们就喜欢爱古装戏，他不喜欢搞现代的。为什么？现代的由于发生什么政治错误，古装戏嘛，随便你什么编，随便你什么说，随便细说都可以，怎么编都行。所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爱的死去活来，怎么样？最后就得了个大型肺炎。
一般都是这样啊，男的跟女的挨着死去活来，突然哪一天吵架了，男的跟女的吵架了，女的就摔门而去。一摔门而去，这起导演为我烘托了镜头，就搞一个什么镜，搞一个什么镜头啊？梆梆梆梆，就雷雨大暴雨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个女的就在那个雨中集锦，在那慢慢走，走了之后就淋雨，一淋雨淋了之后，这那个男的就去找她，最后找，好不容易能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假如这个男的，这个导演不是想让这个女的死，就是什么，爱的死去活来，这个男的就给他。给那个女的熬姜汤喝，是不是啊？熬姜汤为什么？那个年代没有青霉素，没有盘尼西林，盘尼西林是1953年才出现，说那个年代没有抗生素的啊，得了大叶枫叶你就等着死，唯一能救你命的就是姜汤了，神仙汤。所以就是他的神仙汤啊，喝了之后怎么样啊？这个女的就活过来了。假如这个导演想这个女的死怎么样啊？然后和姜汤都不用了，就搞这个洁白的手帕，叫他俩咔啊。什么卡血？什么血？铁锈色的血，这是大叶枫叶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所以，假如说越来越卡血，最后就没救过来，姜汤也没喝好，就死掉了。说爱的死去活来的这两个人就死掉了。好，从这个故事大家讲个听，不是要大家记住这个故事，是要记住这个故事后面的医学知识、应付考试。第一，好华人群，大叶枫叶，什么人群多见？年轻人。第二个。一定是年轻人什么诱因最多见？淋雨、着凉、淋雨之后容易得大叶枫叶肺炎、球球肺炎。所以等一会，你只要看到年轻人20几岁的着凉之后引起的淋雨之后引起的，闭着眼睛给他诊断什么肺炎、球球肺炎，完了，这是他的特点。好，第三个大家记住的，从这个例子大家记住的，我要大家记住的是什么？大叶枫叶的特征性痰液，什么？铁锈色痰。当然了，我们导演不是学医的，赵一木也不是学医的，所以他们一搞就什么，鲜红色的血一卡出来，行不行？不行，你应该提个意见。张艺谋，你是错了，我是学医的，应该是大叶枫叶，应该是铁锈色痰。那么铁锈色痰用什么？就是用什么最像？鳝鱼，我们吃的那个鳝鱼啊，鳝鱼最像，比这个人血啊 暗淡一些，所以最像。那你做出来最逼真。当然，有些人用红旗，哎呀，这是最中国人最喜欢搞的这个东西。你看许三多脸上也画着那些红旗，一看就是这么画上去的。所以化妆师什么太差啊！好了，大家注意了，这种大叶枫叶这三个字典，大家记住了，记住了，就很多题目就是因人而解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记住，为什么要记住这个场景，就是这。好了，大家注意了啊，不形成空洞。肺炎、球球肺炎不产生毒素，不引起原发性组织坏死，没有原发性组织坏死，就是没有肺部空洞。所以这种病人往往都是什么纤维素性，也就是在这种病人肺泡中间有大量的纤维素渗出，渗出之后怎么？随着你的炎症力消退，大量的中性粒细胞来分泌这种蛋白酶，把这个纤维素给干掉，干掉之后病人什么又恢复到原状，恢复到正常啊！大家注意。它跟别的肺炎不一样，别的肺炎是可以形成什么脓肿，它不形成脓肿，不引起组织坏死，不引起空洞，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它经常出这种题目，下面哪一种肺炎不形成空洞？答什么？肺炎、球球肺炎，因为它不产生毒素，不引起组织坏死，这是它的特点啊。所以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说吗？假如那一个什么导演要那个男的、女的啊，又活过来怎么样啊？他就喝姜汤一喝，喝了就好了，后来过了几天怎么就好了？一般的啊，自然病程是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最后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大叶枫炎，也就是说肺炎、球菌性肺炎的病理特点。好了，大家注意了，看它的血清型啊，血清型大家注意了，整个血清性肺炎你看有多少个？目前已经发现的有什么？86个，其中成人的3型毒力最强，而儿童的6、14、19，2、3型毒力什么很强。大家注意，你看，主要要了解的这个86。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病人你经常发生肺炎吗？行，我给你这搞什么预防接种？预防接种大家都知道，预防接种贵不贵啊？贵啊！你看看你小学的都书的这种孩子，幼儿园小朋友，今天叫爸爸来交个钱，明天叫爸爸来交个钱。我告诉你，我家的孩子，我从来不打这些东西，所以很受歧视啊！你爸爸，你是不是没钱呐？别人都打，为什么不跟我打呢？你不能说我学医的，他们都是骗你钱的。那小孩子，你跟他说什么呢？说孩子，我爸爸说了，说你们骗我的钱，那老师不烦死你啊，是吧？幼儿园的老师。
所以他这每回要签字要钱的时候，反正我其实一签，我说我的孩子不打就完了。为什么？打了有没有作用？有多少作用呢？这没作用。你假如要预防肺炎、淋巴结会炎，你至少要打多少针呢？86针，一个细菌打86针。你要预防成千上万种细菌，我告诉你，要给你打成窟窿眼，你补救上才可以。有什么作用呢？没什么作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骗钱的。所以大家假如没学医的，你去打，我不说你，你学了医，你还让你的孩子去打，甚至你还要叫打，你还是我要搞什么进口的去打，打一次300块钱一针，我告诉你，你这个钱拿去赞助一下学龄失学儿童不行吗？你为什么要赞助他们这些人呢？是不是？所以大家注意啊，因为每一个剂型都是针对的一个血清型，而血清型很多，它不可能把这个肺炎、淋巴结会炎，你如果预防86个全部给你做成疫苗，它最多给你做成那个什么临床上最常见的3型。那么你3型，我感染1型行不行呢？照样可以呢。感染6型行不行呢？照样可以了。所以有个都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作用啊。这些疫苗的地位，大家只是做着，不会考虑啊。但是，对大家的人生具有重大的意义啊！免得你少花钱，你是花了钱，我告诉你，那个幼儿园的老师还是说你个傻逼。为什么？这个贺医生真是傻逼，他还当了医生，当了30几年医生。这你看，我在骗他的钱，他真骗好骗的。所以别你给别人赚了钱，别人还说你傻逼啊！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啊，01年这个试题，大家看看肺炎、淋巴结会炎消散之后，肺组织的结构变化是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过，肺炎、淋巴结会炎引起大叶会炎。虽然大叶会炎整个肺炎，你看看一大片都受累了，但是它恢复得很好啊。为什么？没有组织坏死，纤维素形成之后，它这个纤维素型炎症，纤维素吸收之后，它可以恢复得正常。所以它不形成组织坏死，不形成空洞，这是它的特点。恢复得正常，答案应该答 B。所以像这种题啊，考的比较硬核。我也可以这样说了，下列哪一种肺炎不形成空洞，也是它嘛？说答你也是答肺炎、淋巴结会炎嘛？好，继续我们看临床表现啊。临床表现第一个，大家注意它临床特点就是什么？年轻人着凉、淋雨、疲劳之后起病。所以一看到这年轻人淋雨之后的、着凉之后的，得了什么？咳嗽、咳痰，后面不读了，你应该答什么？答肺炎、淋巴结会炎嘛？好，假如这种病人，假设他有症状，肯定寒战高热，有咳嗽、咳痰、咳铁锈是痰，这是他的特征性表现啊。当然，近几年为了加大试题难度，这个"铁锈是痰"这几个字还有没有啊？没有了。他一搞"铁锈是痰"，你那个个都知道了，那白搭了。所以，这种"铁锈是痰"在原来老的真题中还有，近几年真题中很少有这种"铁锈是痰"。好了，近几年那么会有这种特殊的体征，哪一种特殊体征？急性热病容鼻翼扇动，有口周鼻自己鼻角处有什么单纯疱疹？看，大家看看有没有单纯疱疹呢？有，老百姓都知道。哎，你昨天是不是发烧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碰到你，你看你嘴巴都是被烧烂了吗？这单纯疱疹，你看我这嘴巴上面单纯疱疹，这多天了还没好，大烧3天，高热30天，3天啊，3天3晚，就这样，这单纯疱疹，一看到我告诉你单纯疱疹的那什么？4个字的那什么，大叶会炎啊，会炎、淋巴结会炎，这年轻人注意得的，所以一看到这种单纯疱疹，OK，赶快打会炎、淋巴结会炎。所以做题的时候形成条件反射啊。好了，大家注意了，在肺识别的时候有大叶会炎，肺识别的时候，刚才已经来说了，叩诊应该是麻疹浊音，它不是过性阴了。雨战会增强，有支气管附近阴，这都是会识别的典型体征。在消散期的时候，甚至可能有什么挪音，这就这了啊。金环脑膜呢，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考到过，所以大家掌不掌握无所谓了啊。好，继续我们看看1月5年这个实例，大家看看啊，一个年轻的18岁的男孩啊，18岁的一个小男孩，大家看，3天之前淋雨之后，突然出现寒战高热、咳嗽、咳痰，读到这儿答案出来了，后面不要读了，你后面还读，证明没听过我的课，答什么？会炎、淋巴结会炎，年轻人。淋雨之后寒战高热突然起病的，那么是肺炎、淋巴结会炎，重的症状很重。后面还读什么了？不要读了，你读的越多错的越远。为什么？所有的肺炎都有高寒战高热，都有咳嗽咳痰。你想通过这种东西来鉴别肺炎，那白搭。所以一定要通过这种什么？想一想电影上面的那个镜头，刚才跟大家说的，一个男人跟那个女人抬的爱与死去活来，怎么样？
雨中的冲出去，头上含淋雨之后，邯郸高人咳嗽个痰。好，答案出来了，答案 D，会淋机会。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啊，乙巳年这个试题，大家再看啊，男性32岁，3天之间受凉之后出现寒战高热咳嗽咳痰，哎，都到这里答又出来了，答什么？答什么？还是他吧，是不是啊？会眼年轻就会眼嘛，答案为 A 嘛。你说何老师你怎么知道呢？好了，这假如你在考试中间一拿不准，你说你这往后看完行不行？这一个年轻人32岁，头然寒战之后着凉之后寒战高热咳嗽咳痰。闭着眼睛给他答，会眼年轻会眼，孩子，他就解题有作文，你看看，继续往后读，一个什么口周疱疹，是不是？我说跟大家说口周疱疹呢，那是什么的特征表现呢？会眼年轻会眼的特征性的这种表现出来了吗？只有这种会眼有口周疱疹吗？所以答案是 A，A 又出来了。所以你只要记得一个啊，不论你是记得口周疱疹，还是说年轻人受凉之后发生的。这两个特点，你任意记住一个，这种题目没读完就出来了。你就不要再看那啊，白细胞也高啊，心律不齐啦，又是体温有39度，中度症状很重啊，会脓肿也可以啊，肝胆会炎也行呐、啊，支原会炎这种，哎呀，年龄比较大也可以啊。哎呀，我告诉你，没有个不可以的，在考试中间，我告诉你。所以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规矩，他就不知道怎么记得那个一项，这个一项，最后不知道够哪一个，错了。好，我们再来看它治疗啊。对于这种会炎、年轻就会炎，那么治疗主要是抗生素治疗了。抗生素治疗最主要的，先用什么东西？青霉素。会炎、年轻就会炎，首选青霉素啊。大家注意，尽管在临床上，会炎、年轻就会炎对青霉素的耐药率很高，耐药率达到多少？90%。你耐药率90%，我为什么要选青霉素呢？因为教材上写的青霉素。所以你在考试这个当考试的时候选青霉素，当医生的时候能不能选青霉素啊？不能，90%的病人都没用，你先用青霉素用什么呢？所以当医生的时候选什么？选头孢、选奎洛酮那类药物啊。当考试的时候选青霉素，一般用2个星期，或者是热退之后3天停药啊。对青霉素过敏的，那么也可以选头孢，也可以选奎洛酮类的。还有一个啊，大家注意，在考试中间经常涉及到的是多重耐药的。对于这种多重耐药的会炎、年轻性会炎，首选万古霉素啊。这个万古霉素是个二型用药，从来一般从来啊不考到它，也很少选到它。但是偶尔涉及到它的难的试题的时候，大家注意了，这种多重耐药的万古霉素，那选万古霉素偶尔会涉及到，研究生经常考这个东西啊，你们很少考啊，你因为你们的题目没出那么难。第二个是支持治疗，因为这种会炎、年轻性会炎、大一级会炎，中度症状很重，所以这种病人都要给他进行支持治疗，对症处理。好了，病患这里处理，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考到过，大家了解一下行。大约10%到20%的会炎的病人，那么会合并有胸腔积液，那么对胸腔积液进行处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这种对症治疗啊。好了，继续，我们再看15年这个试题，大家来看啊。女22岁，这个病人受凉之后出现寒战高热，读到这儿，大家就注意了，考你什么？哎，会炎、年轻性会炎，这样一个女的年轻人22岁受凉之后出现寒战高热、咳嗽咳痰，还有个什么呢？我不读，我都知道你考，我会炎、年轻性会炎。好，最后一句了，该患者抗感染治疗不宜选用的药物是什么？也就是一个会炎、年轻性会炎的病人，哪一种抗生素不能使用？哪一种抗生素不能使用？大家看看，青霉素是他的首选药，可不可以呀、啊？可要写吗？左氧氟沙、银奎洛酮类的，这是青霉素过敏的时候选用；头孢取脓，这是头孢类的，过敏的时候选用；阿莫西林选用，革兰氏阳性菌有效的，对它有用。这哪个没用？阿米卡辛是个氨基糖苷类的青霉素，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那么主要针对什么？革兰氏阴性菌，主要跟着革兰阴性菌，而肺炎链球菌是革兰氏阳性菌，当然你不能选用，答案为 B。所以你选用根本上跟它一点作用没有？为什么？我用是革兰氏阳性菌感染，你用抗革兰氏阴性菌的药物，那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正确答案是 B。所以中间你假如有你看你中间这一行啊，中间这3行4行字，你假如是掌握我这种解题的规律，根本上中间可以不读了，可以就大量的时间，并且这种答案像做出来也很什么，也很准，不会错到哪儿去，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题目，下列抗菌药物中可作为奈青霉素会眼链球菌会炎治疗首选药物的是，也就是说会眼球菌会炎大家都知道我们首选的是青霉素，但是现在耐药菌株越来越多，占多少，占你们说占90%，所以现在啊这种会炎链球菌会炎那么一般来说都不要用青霉素了，青霉素的什么耐药力太高了。好了，大家注意了，是这样的，假如对青霉素过敏或者对青霉素耐药，就是耐青霉素青霉素的这种会炎链球菌会炎，那么首先的是这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大家什么一定要好好的搞清楚，假如没搞清楚那很容易出了这种情况，很容易出错，考试什么呼吸道同类，就是呼吸系统的溃疡同类，第二个是头孢塞沃拉，第三个是头孢曲松，这在临床上啊呼吸系统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头孢塞沃拉、头孢曲松，所以这个你看看答案像哪个出来了，答案 B 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正确答案为 B。 好了，大家注意了，是多重耐药菌株感染的，就是会炎球菌会炎的多重耐药菌株感染的，那么首选那些什么平常不用的万古霉素、替考拉林，这些药物，所以这里给一个要分开啊，对青霉素耐药的或多重耐药的，就是对什么药物都耐药的，那么就是少见少用的药物，万古霉素，对青霉素耐药的呢，头孢塞沃拉、头孢曲松或者胡奎罗酮，所以这个不，这两者不能混淆，这两者混淆了之后，他们很容易出错，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这种会炎，也就是第三个知识点，金葡菌会炎。金葡菌会炎，那么就是金黄色葡萄菌感染引起的，大家都知道金黄色葡萄的葡萄球菌，那是一个格兰氏阳性的球菌，它分为两种类型，根据这个凝固酶是否阳性分两种类型，凝固酶阳性的金葡菌，凝固酶阴性的它的致命率就比较低，表皮葡萄球菌、附生葡萄球菌常常在哪儿，在表皮，我们皮肤的表面，这三种葡萄球菌都在皮肤的表面，以金葡菌那么毒性最高，表皮葡萄球菌、附生葡萄球菌一般不致病，是个条件致病菌，当你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它才致菌啊，这就它的细菌特性啊。好，它的致病物质可以各种各样毒素，刚才我们说的会炎链球菌它是不产生毒素的，不引起会组织的坏死，不引起空洞，它呢金葡菌呢刚刚跟它相反，它产生大量的这种毒素，溶血都是杀，白细胞都是藏毒素，所以它容易造成肺部组织的化脓性感染，形成空洞，这种空洞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那么就像葡萄一样，所以说它就有什么胸片上面就会看到什么多发的液气囊腔，所以它就会造成肺组织的毁损，因为它的毒素很多，容易造成肺组织毁损，所以大家在儿科学是不是经常考到这种题目啊？儿科学讲这个病人是一个肺炎，小儿肺炎，然后他突然来一个说照胸片，这个病人出现那个多发性液气囊腔，问这个致病菌是什么？你答什么？金葡菌。为什么液气囊腔？就是因为它坏死之后形成的吧，空洞形成太多了，液气囊腔。成人呢也是这样，也容易形成液气囊腔，所以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 X 光下有液气囊腔。你还记不到，我就这么记，叫你这么记，像葡萄一样，葡萄是不是一个个洞啊？所以看到液气囊腔就想到葡萄，想到葡萄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OK 了，这就它的特点。你主要把它记住啊，不要记混淆，记混淆了之后题就错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各种各样的酶，血浆凝固酶，那么可以用它来判断这个病人的这个细菌的致病率高还是低。好，继续我们再看临床表现啊，临床表现为什么说的？这种病人都是寒战高热啊，咳嗽咳痰，有胸痛，有痰液，有痰液，并且这种痰液是脓血性痰，脓血性痰，中度症状非常重。大家说我记不住，我时间长我也记不住，不知道他什么痰。好了，你记不住我这样跟你记了。外科学也讲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外科学经常讲到葡萄球菌表皮皮肤感染，讲被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时候，那么会导致什么后果？是不是脓肿啊？是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什么脓肿形成？那你外科学既然能导致脓肿，你内科学能不能导致脓肿啊？一样的导致脓肿吗？只不过是你外科学的脓肿在皮肤的表面，我这里的脓肿在哪儿啊？在肺部，那么它就形成脓血性痰，所以脓液很多，这就是它的特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脓血性痰啊，
这几个字马上应该想到颈部菌肺炎，这是它的特性。中毒症状很明显，为什么明显？因为金黄的葡萄球菌它的中毒症状很重，所以它的中毒症状就非常明显。因此这种病人往往有这种特点，什么特点？严重的中毒症状和腹泻的症状不平行。什么意思？就这个病人寒战高热很厉害，40度41度，但是你最近肺部停止的时候怎么样啊？肺部停止的时候死落因很少，就是不是跟你想象一样啊，这个病人很重，那么中毒症状很重，那么呼吸道症状就很重，不是这样，不平行，说这是他的特点，甚至可能早期是个没有体征，说这就是他的特点。所以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呢，中毒症状很重，但是呼吸道症状又很轻，那么这种矛盾的时候，那么马上应该想到一个病，颈部菌肺炎。好了，大家看看胸片的表现啊，胸片的表现，会炎会淡的色变，形成空洞，小片的浸润阴影，对大家解体也不是说作用啊，没作用，为什么？普通的会员都会出现这种东西，对你解析有作用的只有这个了，什么液气囊腔，多发性的液气囊腔，每个液气囊腔你把它记成一个什么小小的什么空洞，每个会组织坏死，每个液气囊腔你就给它记成个葡萄，像葡萄串儿一样，所以你就给它记成金黄的葡萄球菌 OK 了吧，你记住了吧，再记不住我也没办法了啊，我跟你这种苦苦的方法啊都教给你了，怎么记忆你还记不住我也没办法啊。好，记住这些东西大家就解题去就行了啊。大家看啊，下面这个试题，这男70岁，这个病人有寒战高热，有咳嗽咳血痰，脓血痰一周，大家看看，一旦看到脓血痰马上应该想到什么病呢？颈部菌肺炎吧，是不是？是不是？大家再继续看，糖尿病10年，这个病人有双下会半片的硬多发的液气囊腔，大家看看，多发的小气囊腔，液气囊腔，多发的液气囊腔，我刚才跟大家说了，那是什么的特点？金黄的葡萄球菌肺炎的特点，也就是你把它记成什么？每个小液气囊腔就是一个葡萄，每个葡萄就是颈部菌，所以这就是什么？金黄的葡萄球菌肺炎。因此，你记住它的特征性痰液，脓血性痰，也可以把这个题目做对；你记住它的特征性 X 表现，多发液气囊腔，也可以把它做对。那么做题啊，大家注意了，抓住这种特点，答案就很容易做对啊，答案是一。而有些同学怎么抓着特点的？是的，我知道啊，贺老师这个人的白细胞很高啊，中性粒白也很高，这肯定是个细菌感染。哎呀，我的天哪，你这真是，那细菌感染，A 也是细菌感染，B 也是细菌感染，E 也是细菌感染，菌坛菌也是细菌感染，哪个都可以。那你又到哪里考试中间你又做不出来了。所以大家注意，一定要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一眼一看，一秒钟给它搞定，往往这种东西做出来是最简。最准确的啊。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治疗，治疗没什么说的啊，大家注意了，金不菌啊，金黄的葡萄球菌肺炎，那么首先的抗生素还是什么？青霉素，尽管它的耐药率跟我们刚才的啊肺炎球菌肺炎一样90%以上，但是你们书上还是说啊，首先的药物是它了，当然呢近几年它说改选啊，由于它的耐药率比较改选为什么耐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也就是第二代青霉素，就是这一个回事。所以说苯唑西林呢，氯唑西林呢，这些半合成青霉素，那么用头孢是最好的，在临床上基本上就用头孢了，这种半合成青霉素就把它淘汰掉了啊。所以这个大家首选药物，这个首选药物偶尔会考到啊。大家注意啊，耐甲氧西林的这种颈部菌用万古霉素。好了，我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个什么，耐肺炎球菌肺炎的这种耐药菌株的，那么。选用什么？也是万古霉素吧，是不是？两个剂的是一个二剂，我不管你是颈部菌还是肺炎球菌，只要你耐这些耐药菌株的，那么都是选用二线药万古霉素。好，希望大家把这个阳文记住啊，研究生考过一次就考这个阳文 MRSA， 那你不知道 MRSA 是耐甲氧西林的颈部菌，你没也没办法做成什么万古霉素了，是不是？好了，大家注意了，我们在下面跟大家讲的啊，就是两种间质性肺炎，这两种肺炎为什么放在一起讲？临床表现很相像，通过临床表现不能够区分，一个是支原体肺炎，一个是病毒肺炎，这两者很相像，所以说经常把这两者分享在临床表现上面。那么怎么又把它区分开来？为什么它很相像？因为这两者都属于什么间质性肺炎，会间质化成炎症。好了，大家注意什么叫会间质，
就是除会泡、会煮的、除会泡之外的，就是会腌制。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普通的这种会腌都是影响哪儿？会泡，这里呢影响的是会腌制，它都是以腌制会腌。大家想想，由于累积的是会腌制，那么它的累积的部位在哪儿啊？会泡与会泡之间的会腌制，所以它肿胀的部位，你看，肿胀的部位、皱褶的部位都是什么？会腌制。所以这些会腌制增宽水肿，大量的渗液都在会腌制，到会泡区没有？没有。这大家看看，这里一个会泡，这里一个会泡，两个会泡之间就是会腺质。我天天在这里水肿，你看肾液也在这个地方，到了会泡里面去了没有？没有。所以大家注意，这种病人有剧烈的咳嗽，为什么有咳嗽？因为会腺质有水肿，天天在这刺激你，也拼命的咳，咳了这个有没有痰呢？没痰，因为它的分泌物不会跑到会泡中间，不会经过支气管、嘴巴咳出来，所以这种病人就是剧烈的咳嗽，但是没痰和少痰。是它最主要的特性，所以它严重的咳嗽、少量的黏痰，甚至没有痰，这是它的特性。所以病人就会跟你说：“医生呐、啊，我一天到晚的、啊，白天晚上啊，咳得我睡不着觉，咳得我头都咳痛了，但是又没有痰，即使有一点点，也是白色的一点点的了嘛，一点点痰。所以剧烈的咳嗽，没有痰液，没有中毒症状的，那是吗？腺质会炎，首先要考虑到一个是不是支原体，一个是不是病毒。”这两种都属于间质肺炎，说两者的临床表现很相像，它没有肺部体征，严重的咳嗽症状，但是没有肺部嗜铬音，为什么？肺泡里面没有渗出物嘛，当然它没有嗜铬音了，所以它是严重的症状，轻微的肺部体征，矛盾体，那么就成了间质肺炎的标配。好，大家注意了啊，你看看肺炎、支原体肺炎主要儿童多得，病毒肺炎那儿童、老年人都多得，所以。很多人都这样当医生，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来了，今天找你看病，咳得厉害，没有痰，明天找你看病，看到你这里看了三个星期，他还没好，病人家属都还了，医生你怎么搞的了？天天给我打吊针，这赚了我一个星期的钱，半个月的钱，你还没搞好啊？你怎么跟他解释？有些医生根本上没意识到这是什么间质肺炎，还是当着普通性肺炎去治，用抗生素，用头孢。对支原体肺炎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对于病毒肺炎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天天输液都没效果。所以大家注意，在临床上见到咳嗽的很厉害，有没有痰液的这种，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儿童，那么一定要想到他是不是间质肺炎。那么你这时候该怎么治？给你用点抗支原体肺炎的这种药嘛，开点红霉素回去吃一次，说不定吃两天就下来了，体温就下来不咳了。别人就赶紧，哎呀，那个医生贺医生真差。我在那看了三个星期，花了我真是将近5000块钱没看好。到他这里来，哎，给了我你什么2毛钱的红霉素一次，我好了。为什么？你看对病了嘛？支原体肺炎嘛？当然呢，假如你的孩子是这样，你作为一个他医生，天天看，天天看，一个月没好，你的老公就要说你，哎呀，我这个老婆虽然是搞儿科学的，真他妈差呀！看了一个月没看好，自己跟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看，为什么？他都根本没想到是支原体肺炎，我告诉你。所以你想到了之后，你隔天挪红霉素，隔天红霉素他一吃两三天就下来了，多爽吗？假如病毒也会炎，你就给他点病毒做 ABUB 完了吗？是不是？关键在于你有这个意识。我告诉你，一般的搞了一个月都没治好的都是这种病毒也会炎呢，支原体会炎，最后一致活病了，细菌感染，最后终于打吊针有效了。为什么治疗活病症有效，本身病还没治好？这是我们医生啊，医生经常发生错误，就是这样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拍个片子有什么特点。第一，支原体肺炎没什么特点，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形态都可能出现浸润意义，所以你们儿科学就讲，经常讲这个东西，是不是？各种形态都可以出现的会炎，支原体肺炎。所以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片子，这种形态都可能是支原体肺炎。那么主要看什么东西？看这红霉素有没有效果，就是看这个东西。好了，我们再来继续看看病毒肺炎，它有个特征性的表现，有会有问题症状，有个什么膜玻璃样改变啊？大家注意，膜玻璃样改变是你解题关键。每次考的病毒肺炎就是个喷子，一个膜玻璃样改变。膜玻璃样改变，大家注意了啊，有几个地方出现了膜玻璃样改变，还有个什么地方出现膜玻璃改变？间质肺炎，间质肺炎啊，有膜玻璃样改变，所以间质肺炎、病毒肺炎都可能出现膜玻璃样改变，会间质强化，也膜玻璃样改变。当然呢。你们职业意识不要去掌握，这个研究生意需要掌握啊。
所以这种抹布脸改变是大家什么？哦，比较特殊的东西，在考试中间经常要用到。其他的用的干什么呢？什么大片那种阴影呐、识别呐、凶水呐，这个东西对你解题没有多大的作用。为什么呢？这种没有特异性。你，假如一说这个病人咳嗽，老年人有个小片状阴影，你叫我答什么呢？没有多大特异性呢。假如你给我搞个什么 X 线有抹布脸改变，我就马上就想到这个病人是病毒会炎了，出来了。好了，大家注意看手写的药物，支原体会炎嘛，肯定手写大环内酯的抗生素，是红霉素。那病毒性会炎嘛，首选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阿昔诺韦。好，这就是它的什么典型表现啊。好了，继续我们来看05年这个试题，大家看看啊。第一题比较简单，大家看，不引起会组织坏死或空洞形成的会炎，那么它的致病菌是什么？哪个这些致病菌不引起空洞形成？哎，会炎链菌、会炎，这个已经考过很多次了啊。答案为 A。第二问，最易引起间质性会炎改变的致命菌是什么？引起间质性会炎的有个是两个嘛，一个是支原体嘛，还有一个是什么病毒嘛，是不是？没有病毒就是打支原体嘛，打乙也是不是？这个题比较简单啊。好了，继续我们看乙型这个题就稍微难一点啊。刚刚考的，大家看，男24岁，这个病人急性期病，高热伴右侧胸痛，胸部 X 片有右下肺识别影。走到这你不去管它了，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又有高热，又有胸痛，又有识别影，对你答题有没有作用？没作用。所有的会员都是起病急，所有的会员都有胸痛，所有的会员都有识别影，对你解题有什么作用？没作用。只有哪个对你有作用？哎，这4个字，多发气囊，是不是？多发的液气囊腔是什么的典型表现？哎，急成葡萄嘛，叫他说金普金会员嘛，是不是？答案为 A。说真正的你有作用的就是这，因此考试就抓住这种关键的字眼，你不要每一句话都去分析，每一句话分析就好像哪个会员都是，所以对大家没有什么任何作用。好，第二问大家再来了啊，男性68岁，这个病人急性期病，也是高热、大汗、呼吸困难，有呼吸衰竭，X 线表现的双汇弥漫性抹玻璃影，真正对你就要起作用的就他了，抹玻璃影什么？病毒会炎答案为一就出来了，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大家抓住这种 X 线的典型表现，那么就容易给它解题，否则的话你就让那个像这个像的啊，因为大家的题目这个叙述很接近，肺炎都是这样，高热、火汗、咳嗽、咳痰，他现在为了加大试题难度，他又不给那种特定性痰液告诉你，那么就要你来猜，像猜谜一样的，就搞这种什么 X 线，特定 X 线。也可以把它做对啊。好，大家注意了啊，革新会炎的鉴别诊断，我们跟大家说的啊，革新会炎的鉴别诊断，其实大家重点也是难点，也就是贺老师，你采用什么方法，我在考试中间1秒钟就把这个题目做对，并且做的是绝对对。我有这种办法啊，不是看书来的，是自己啊培训这么多年之后给它总结出来的。那么有6种方法，这6种方法都可以啊，只任意掌握一种。都可以把这个题目做对啊！这6种方法，第一个根据病史来进行鉴别诊断，也就是这个题目有特殊的病史，那么有特殊的病史，这个马上就可以搞定，根据病史来搞定。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大乙型肺炎的肺炎链菌会炎什么病史啊？年轻人受凉淋雨之后突然寒战高热咳嗽咳痰嘛，是不是？一旦看到年轻人20几岁、10几岁，淋雨之后的，受凉之后的。滑冰的没有什么说，闭着眼睛，后面不读了，肺炎链菌会炎。第二个，假如这个病人是流感患者，你比如像我前段时间流感了，哎，感冒了，你假如得的肺炎，很可能什么，颈部菌会炎。为什么？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得了流感之后，很多人本来流行感冒的抗生素没有作用，但是呢，我们国家怎么样？一来就要给你用抗生素吧，是不是？不管你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好了，一流感全部用抗生素，这抗生素一用多。那么，进不进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记得这个就跟那个，我们儿科学的啊，那个进不进的常言啊一起记都可以。当然，除了进不进之外啊，近期使用抗生素大量广谱抗生素之外，那么还跟什么东西有关？绿脓杆菌会炎跟那阴性杆菌会炎，这两个很少考啊。绿脓杆菌会炎、同一家的霉菌会炎跟那阴性杆菌会炎这个东西很少考，所以近期使用抗生素的，我估计一般都是考你什么进不进会炎啊，这个考的比较多。说这两个大概在教合并在一起记，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呢，厌氧菌，厌氧菌在哪儿比较多见？口腔，
所以这种病症往往是误吸引起的，酗酒啊，喝多了误吸。有脑外伤的这种病人，你比如说颅脑外伤的，你比如说脑血管意外的没有死的这种比分泌的病人，口腔的感染的这种病人，往往是厌氧菌比较多见，亚洲眼，你看亚洲眼、冠周炎，那么厌氧菌比较多见，为什么口腔的细菌比较多见？好了，还有一种是儿童近期旅游的，跑到热带地区旅游的，你比如说海南去旅游回来的，他跟你说的是这个病人啊，已经有12岁，一个星期之前跑到海南旅游，最后回来，回来了得了肺炎，问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什么，支原体感染引起的，支原体感染引起的。所以这种病史，根据病史往往是你解题的关键，大家就把这种病史搞清楚。好了，我们第二个举个例子跟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大家看，男73岁，这个病人患冠周炎1周，一旦看到冠周炎这三个字，什么冠周炎这牙冠周围嘛，那什么厌氧菌感染误吸引起的嘛，是不是？所以后面呢我就不读了。所以他可能寒战高热咳血痰，又是大片的阴影，又是白细胞增高，不要去读那些东西，那都是干扰项。真正的解题又做呢，就是根据这病史，答案是 C 就搞定了啊。好了，第二个大家注意了，根据特殊临床表现来进行诊断。我们刚才说会淋巨血困难有个什么特殊临床表现呢？单纯疱疹吗？是不是一旦看着口唇疱疹这四个字的，马上想到会淋巨血困难。第二个，代谢性会淋巨血困难又容易导致代谢性肺炎，代谢肺炎的时候导致识别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征性的表现？肺部口唇浊音，预战增强，支气管呼吸音，看到这种代谢性肺炎的表现，暗示它是考虑什么会炎淋巨血会炎。好了，我们再来看看颈部颈窝炎。刚才我说了咳脓血痰，一看脓血痰这三个字，马上想到颈部菌。它的中毒症状很重，严重的中毒症状和呼叫症状不平行，呼叫症状比较轻，中毒症状比较重，这是它的特性。好了，还有什么支原体肺炎，这没什么说的了，间质肺炎的剧烈的干咳胸痛，肺部症状 不明显，就是剧烈的咳嗽，轻微的会胸部体征，那么这它的特性跟我们病毒学院是一个样子啊。好，这就是第二个，根据特殊的临床表现来进行解题啊。好，大家看看2017年这个实际是不是这样的。男19岁，这个病人滑热咳嗽伴着胸痛5天。好，这个病人既往体健啊，体温很高39.5度，主要看这儿了。大家看左下会口诊成浊音，咳闻肌支气管附近，大家一看这个什么样的肺炎呢？大一型肺炎，这是识别的表现，很大一片有识别，所以那么马上它的病原体就出来了，应该打什么肺炎球菌肺炎，是肺炎球菌肺炎引起大叶肺炎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它了，答案为一。所以这个就根据它特征性临床表现来推断它的致命菌。好了，继续我们第三个，根据特征性痰液来推断它的致命菌，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啊，一看到这种什么特征性痰液马上就搞定了。假如看到这个病人咳血又是痰，大型肺炎、肺炎球菌肺炎，看到这个脓血阴痰，刚才我说了颈部菌肺炎，看到克雷伯杆菌肺炎，那大家马上就想到什么红中热痰、砖红热痰，是不是？这个东西考的太多了，所以大家什么不跟大家讲，大家都明白了。还有个绿源式痰液，那就跟绿脓杆菌同一家痰孢菌，这个很少考啊。所以前三个考的比较多，由于经常考，那么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不跟大家讲，大家什么都知道了。根据痰液特征痰液来搞定它。好，大家看是不是这样？2016年这个实例，大家看，男性76岁，这个病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30年，30年受凉之后有寒战高热，有咳嗽、咳痰，大家看是什么痰？胶冻状血痰。一看到这红色胶冻状血痰，马上答案就出来了，应该打什么？克雷伯杆菌肺炎，答案为 B， 是不是？所以这个题对你解题有作用的就是这个特征性痰液，后面不看了，你看的越多错的越远，我告诉你啊。这是2016年这个试题。第四种方法，怎么区分肺炎？根据特征性的胸片表现来区分。我刚才这做题的过程反反复复用到这个胸片的表现，是不是？好了，哪些胸片的表现呢？第一个，肺炎淋巨血困难是大片状的这种浸润阴影，是不是？所以很大片很大片的这种大片阴影，大叶性肺炎的表现。颈部菌肺炎那不是最常考的，那么是什么特性呢？多发的液气囊腔，因为它能产生毒素，引起肺组织坏死，坏死之后这里烂个洞，那里烂个洞，这里肺组织坏死，这里那里肺组织坏死，就会有多发性液气囊腔，
在我们内科学、儿科学都讲到过，是不是？那么你记得这个进多发液性囊腔 OK 了，那就进不去，再记不住你就把它记成葡萄。那么你记成菌不菌 OK 了，你要永远把它记住了。好，第三个的克雷伯杆菌肺炎，大家注意，就是蜂窝状脓肿啊。尤其蜂窝状脓肿还有一个夜间下坠，这是最最重要的。尤其的夜间下坠，这是典型表现。有这个搞蜂窝状脓肿，有这个搞夜间下坠，那么都知道了啊。蜂窝状脓肿，大家注意，一定不要跟个液气囊腔啊相互混淆。蜂窝状，你想一想，哪个大哪个小？这个洞，多环液气囊腔要大，蜂窝状很也小。所以这两个啊区别就在这儿，夜间性下坠为什么下坠？因为克雷伯杆菌肺炎的这个痰液的比重啊很大。这句话已经删掉了啊，这原来老的教材上面一直说，他这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他的什么这个痰液的比重啊相当大，由于他的夜间性分布，所以这个痰液的比重就把这个夜间性的站立位置排片的这个就拉下来了，所以他就有夜间性下坠。所以夜间下坠就是它的特征性表现，克雷伯杆菌肺炎。因此我记得还有一年专门考过这个题，他说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为什么夜间下坠？是因为痰液的比重很大，这个答案项就是这个。不过这现在八版教材上已经给这个东西删掉了啊，这原来的老的教材上面还有这个东西啊。好了，支原体肺炎没有什么特异性，各种各样的形态都可能出现，多种形态没有特异性，所以很少根据这个 X 光的片的表现来进行答题。好，病毒性肺炎没什么说的，磨玻璃双肺弥漫性的磨玻璃，所以这就是那些特征性的 X 表现。当然你一次性记不住不要紧，你回去这个找几个题目做一做，把我们真题啊同步练习啊做一做，基本上这就搞定了啊。所有东西你做做题就是记忆很深刻，有很多同学就是只在看听，最后一步做题，真正进入考场的时候，那个也像这个像，为什么？他你记忆不深刻嘛，理解不深刻嘛。好了，大家看看这以三年这个试题是不是这样啊？第一问，男性56岁，这个病人流感之后出现寒战高热，咳黄痰伴有痰中带血 ，X 影片右下方有大片的浸润阴影，其内有多个圆形的液气囊腔，这什么意思啊？多个圆形的透亮区，透亮区是什么东西？这就液气囊腔吗？是不是？没有液体，只有气体，那不是液气囊腔吗？所以问你最可能感染的病原菌是什么？你既然知道它是多个的液气囊腔，就是没有液体，只有气体气腔嘛。那么马上就出来了，病原菌应该打什么？打葡萄吗？寄生葡萄吗？是不是？进不进肺炎答案为 A。好，第二问，大家再来看啊，男性66岁，这个病人慢性阻塞会积胃患者，上感之后出现高热、咳嗽、浓痰、痰中带血，这对你解题没多大作用。继续往后读，胸部 X 面右下方大片阴影，期间可能多个液气囊腔夜间性下坠，一看到夜间下坠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夜间下坠是什么的典型的特性表现？克雷伯杆菌肺炎答案为 C， 所以就出来了。好了，大家注意了，何老师，你这总部有多个圆形的液透亮区啊？这里两个都不是多个圆形的透亮区啊，你为什么一个打进不进肺炎，一个打克雷伯杆菌肺炎呢？我跟大家说过，这个也是圆形透亮区，跟那个葡萄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巨峰葡萄长得很大，那叫什么？多发的液态囊腔进化成葡萄结晶肺炎。一个是这葡萄头的品种很小，长得跟这个葡萄很小，多个的液透亮区什么很小，叫什么？蜂窝状。所以这个蜂窝状，我不是跟大家说吗？大家都知道是液气囊腔，只不过一个大一点，就是多发的液气囊腔；一个小一点叫蜂窝状，它就是这个起状，就是蜂窝状。他假如给这个蜂窝状三个字，大家马上就晓得这个克雷伯杆菌肺炎。他结果来加拿大试题，难道他就有意把这个蜂窝状什么隐去，叫做多个圆形的透亮区，就这样一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能根据这个夜间下坠马上搞定那是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 ，OK， 答案不是出来了吗？所以像这种题，他就要你根据特征性胸片表现形式来给他搞定啊。好了，我们再来个第五个啊，就是根据抗生素来搞定。对什么敏感，那么缓过来你推到他这个致病菌是不是可以？也可以。你看大量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的，我们儿科学菌部菌性肠炎那里也讲了，大量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之后菌部菌出现的，是不是菌部菌性肺炎？对氨基糖苷的敏感的，那么就是克雷伯杆菌肺炎。至于怎么回事，我们在讲到肺炎的首选致病菌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我叫他记住什么？支援红军送白糖，这糖干的，所以说克里伯杆菌这送白糖，所以说至于怎么记啊，等到他抗生素的时候再跟他记忆啊，讲记忆方法。好，第三个是支原体肺炎，对于大范围之内比较敏感，红霉素比较敏感，会典型的这种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都对大范围之内红霉素敏感。所以根据这个敏感的抗生素，反过来推导它的致病因，可不可以？也可以啊。这第五种方法。好，大家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一系列这个试题，大家看啊。女性62岁，这个病人发热、咳嗽、咳脓痰3天，支气管扩张闭塞20年，这个病人反反复复的住院治疗，左下肺闻见斯洛因，频繁的使用抗生素。大家看看，一看频繁使用抗生素导致的肺炎是什么东西感染呢？哎，菌不菌啊，真正的有作用的就是它了。频繁使用抗生素，光谱抗生素，说答案是一，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根据病史来进行解题，所以大家对这特殊的病史一定要什么火眼金睛啊！好了，继续看11年这个试题了，大家来看，男性25岁啊，这个病人有发热有咳嗽3天，肺部他告诉你是个左下肺炎，但是用了阿莫西林没有效果啊，阿莫西林就是强阿米青霉素，没有效果，这3天效果欠佳。用阿奇霉素3天之后有效，体温降到正常了，也就是这个病人的抗子，这个病人致病菌对阿奇霉素有效。阿奇霉素是个什么药物啊？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跟红霉素是一类的，红霉素，罗霍霉素是一类的阿奇霉素，所以对大环内酯的抗生素有效的，你选什么？支原体、衣原体、菌团菌，你到这边找吗？答案一嘛，是不是？就完了，是不是？所以根据这个敏感的抗生素缓推它的致病菌，这也是一种解题的方法，在考试时候经常要用到，希望大家应急注意啊。好了，最后大家注意第16种方法，就是我们解答这种会员第四题的时候，鉴别诊断或试题的时候，第16种方法就是直接根据这个微生物学的特性来给它搞定。你比如说会员的第一个原常常是革兰的氧气菌有荚膜，并且呈什么链状，正因为呈链状，所以大家会炎链球菌会炎。你比如说菌不菌会炎，那么是给革兰氏阳性菌的，那么它呈杵状，杵起在一块儿，没有什么张滑，它不呈链状，呈杵状。你比如说菌团菌会炎，常常是革兰氏阴性菌会炎。所以根据这些特征性的微生物表现来给它搞定，可不可以？可以。特别是近几年的试题啊，它就偶尔会出到这种试题，不多，但是有这种类型的题目啊。你看啊，17年考的这个试题，大家来看啊，男性45岁，这个病人发热、咳嗽、咳脓性痰2天，查体体温比较高38.5，双下肺可闻及湿性诺因，痰突变革兰氏阳性染色体球菌呈除分布。那么你即使不看，也知道他是打什么？打什么？打菌不菌，打是 C 去了，你就不要打是打什么卡他摩拉菌、菌坛菌去了，为什么？这是革兰氏阴性菌，拿它就给自己干掉，也不能打丙戌了啊！丙虽然是革兰氏阳性菌，但是它排列成链状，不是呈除分布，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打 C。好了，假如你不知道它的生物学特性、微生物学特性，那么你还可以根据 X 的表现来给它做对。这大家看看，X 线是双下肺炎，可见多个透量区，多个透量区是什么东西？菌不菌会炎的典型特征嘛。那就是液气囊腔嘛，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菌不菌会炎打对。所以无论你是根据它特征性 X 的表现，还是根据它的特征性的微生物学特性，都可以把这个题目答对。所以像这种题啊，大家注意了，现在的题是越来越灵活，就是什么知识点它都要求你掌握，所以搞得一个人好像是要万能的了，就是你又要掌握微生物，又要掌握内科医生，又要掌握外科医生应该掌握的东西。好像我拿个职业医师证，那就不得了了，就像他的恩赐一样。我其实就是想拿个证，搞点饭吃，他饭都不让你吃。所以现在的人呢，很变态，就变态到这个地步啊。当然反过来说呢，你这个学了很多东西，你在当临床当医生就得心应手了。你假如没学东西，肚子里面没货，当医生怎么？心肌梗死，我告诉你，哪个重一点的病人，哪没见到的病人就心肌梗死。你假如肚子里有货，你怕什么呢？来了之后，你就是一个意思，一个人开个个体医院，我也不怕嘛，是不是？你只要不准备敌敌畏，都是正常的，是不是？下面我们来学习革新会炎的首选治疗。
隔新会员的首选资料药物啊，这是大家考试重点，也是考试的难点，很难记。当然呢，我教大家几种方法嘛，大家都可以记住了。第一个就是经常考到的会员球茎肺炎。那么首先就是青霉素，尽管我们在临床上带青霉素的这种菌株很多，很多医院带青霉素的菌株达到94%，所以我们刚才说对带青霉素这种菌株就用胡桂罗酮或头孢曲松、头孢沙瓦朗。次选药物呢，红霉素、林根霉素。一代的头孢菌素，所以这就是会员球菌会员的首选药物。葡萄球菌会员的是首选药物呢。大家注意了，葡萄球菌会员那么对青霉素的耐药菌株更多了。近几年来很少首选青霉素，原来老的教材上是首选青霉素啊，老的真题也给的答案像是首选青霉素。现在呢，九本教授专门给他改过来，改成耐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或者直接用头孢，不用青霉素那类药物了。这就是他的什么首选药物。那么原来的次选药物呢，成了现在的首选药物，就这个意思。好了，其他的支原体肺炎、菌坛性肺炎用红霉素，克莱伯杆菌肺炎用氨基糖胺的，这他的首选药物。那么你还是记不住，怎么记呢？我叫他记住一句话，叫什么？支原红菌送白糖，什么意思？支原体肺炎、菌坛性肺炎用什么？用红霉素。所以叫支原红菌送白糖，克莱白杆菌叫白糖呢，氨基糖胺类叫糖。所以你把它记住了，后面的支原体肺炎、菌坛性肺炎、克莱白杆菌肺炎，那么就都知道了，叫支原红菌送白糖。支原体、菌坛菌，那么用红霉素，红霉素就大盘类吃的抗生素，克莱白杆菌肺炎就氨基糖胺的抗生素，那么就是就借助我们所说的青蓝霉素、阿米卡辛。这一类的氨基糖胺类的抗生素。好了，这就是这些首选药物。这些首选药物有时候直落落的考你，就直接这样问你。有时候呢，它是什么换一种方式再来考你，所以试题的形式来考大家都可以的啊。好，大家看看下面这个试题，这个试题比较简单，这是老旧的试题啊，这是2001年的试题。大家看看这个就比较简单，会炎链菌会炎治疗的首选抗生素是什么？原来老的教材什么？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是青霉素，现在的呢，是一种抗生素，在临床大量广泛的应用，怎么样？带青霉素的这种会炎链菌会炎太多了，那么这个是一个会物，首选呢，胡桂罗酮或第一代头孢，就是我们刚才就跟大家讲的这些头孢类的抗生素。好了，这是第一个题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题目。女31岁，华热伴刺激性干咳3天，1周前陪伴5岁的女儿住院。女儿4天前好转出院了，但是她得了病。得的什么病？第一，华热肯定是什么炎性疾病，刺激性干咳。大家注意，刺激性干咳其实它的病变部位在哪？在肺部。没有痰，那么就是不是我们普通的细菌感染引起的什么肺炎。什么引起的肺炎？那么是干咳了，间质性肺炎引起是干咳。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呢，第一个是支原体，还有一个呢病毒性肺炎。究竟是病毒性肺炎还是支原体肺炎呢？本来这个支原体肺炎、病毒肺炎都是小孩多见，但是他为什么是个31岁的妈妈呢？因为他去陪他的小孩，说不定他小孩得的就是这个病，支原体肺炎。最后他陪伴了，在住院，最后传给他了，所以就支原来的。因此他就暗示你这是个什么，要么支原体肺炎，要么是病毒性肺炎。干咳没有痰液，所以剧烈的咳嗽，但是又没有肺部体征，又没痰液，那么这种干咳刺激性咳嗽很可能就是间质性肺炎。那么它典型代表经常考的，就是一个支原体肺炎，一个是肺炎区一个是支原体肺炎，一个是什么病毒性肺炎。究竟是谁？继续往后看。这个病人的体温比较高，38.5，心跳阴影正常的，血常规正常。血常规正常，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细菌感染，支原体感染、病毒性肺炎、病毒感染都可以血常规正常。究竟是谁？大家看胸部 X 片出来了啊，答案出来了，是右下回少许薄片状的阴影。这种薄片的片状阴影，这是什么？典型的支原体肺炎。假如是病毒肺炎呢，是抹玻璃。所以这个病人假如是胸片是肺右下会薄薄的，那么是病毒肺炎。它是什么薄片状阴影，那应该什么支原体肺炎。支原体肺炎他问你该患者的经验性治疗首选什么药物。首选什么药物？我们说支原红菌送白糖。
支原体会也用什么？用红霉素。红霉素是哪里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大环内酯抗生素一找没有红霉素，哪跟哪以色列啊？哎，阿奇霉素。所以阿奇霉素就是大环内酯抗生素，因此正确答案我答 B，大环内酯抗生素。所以这个题就是考你支原体会炎的鉴别诊断，也考你支原体会炎的什么首选治疗药物。你假如首先这个诊断你就错了，那么最后你就错了。你诊断假这个病人是病得原因，那么马上你先抵了吗？哎，奥司他韦这是主要用流感，所以你假如把它诊断成病毒肺炎嘛，那么就答 D。别人支原体会炎嘛，就答 B。所以像这种题目，大家什么注意再注意啊，不然你一错，几问你就错掉了啊。